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下面我们继续说第三条境界，题目是不敬动法界。不敬就是不尊敬，不恭敬。动法，什么叫做动法呢？牛一大师解释着，当这修持菩萨戒法的人，叫做动法，也就是含咱同款有修菩萨戒的人。所以题目不敬动法界，意思就是教咱未使无恭敬当这修菩萨戒的人。下面咱先从这条戒前半段简单用白话说明一下。如果一位修过菩萨戒的菩萨，无论是在家也是出家，见到上座，也就是所有比咱较早修菩萨戒的人，以及如花持菩萨戒有德的人，对任何一位含咱同款修菩萨戒的菩萨，不管是刚辈的同参德友，或者比咱较慢修改的后辈，拢应该爱对内心深深来尊敬。如果反倒转来生起骄慢的心，或者对人受气生起嗔恨的心，无生起恭敬心，态度阁无礼。看到上座有得来，无赶紧站起来表示礼敬，也无将好的座位让予伊坐，安尼就是犯众德犯，犯菩萨戒的境界。如果有刚辈一同参德友，或者后辈人来向菩萨问讯，或者请求说法开示，身为长辈的菩萨，那完全拢无表示，也无好好来回答，和对方一同了解佛法，安尼就是违反了菩萨的精神，就是犯菩萨戒的众德犯。如果当时内心所起的是骄慢心、嗔恨心、无恭敬心，这拢是污染咱的佛性。用这种心来表现出太慢、无恭敬的态度，就是犯了染污气。犯染污气，也就是犯了境界内面较严重的罪。如果并不是因为骄慢嗔恨心，只是因为懒惰懈怠，也就是贫惰，贫惰去向人行礼表示恭敬，无认真去实行礼貌，或者因为对方来时，家己一时糊里糊涂，无用心，无想到戒律无照安尼做。一时无想到这种时阵应该如何表现，一时无心犯错，便是内心有骄慢，故意要对人不恭敬。像安尼懒惰懈怠，一时未记着做了唔对，就是犯非沾物气，也就是讲，伊的起因并不是遐人物沾的动机。是境界内面比较较轻的罪过。上面咱先从概文前半段用白话简单讲一下，下面咱就把概文前半段念一遍。若菩萨见上座有德应敬动法者，骄慢嗔恨不起恭敬，不留记者，本心清法，悉不修答，是名为犯众德犯，是犯染污气。若懒惰懈怠，若不记心，若妄过，犯非染污气。
下面咱将解文前半段一句一句解释一下。第一句叫菩萨，叫菩萨，就是包含在家出家所有修过菩萨界的菩萨。第二句见上座，见上座一见，就是见面一见，但是读作见，也就是看到见面。无论是咱去上座有着的所在，或者是因来咱的所在，只要有见面，拢是算作见。见上座，什么叫做上座呢？上座上，就是上下的上，座就是座位，那是座。看文字表面，上座就是伊的座位伫顶面。座位伫顶面是什么意思呢？牛业大师甲咱解释讲，成就界人，也就是比咱较早修菩萨界人，都叫做上座。上座这两字，那是伫经团来讲，比丘出家人有上座、中座和下座的分别。但是伫这条戒文内面，高一大师甲上座解释着，比咱较大声受菩萨戒的人，以在家居士的立场来讲，无论是在家菩萨或者出家菩萨，只要比咱成就菩萨戒人，拢会当称作上座。提者上会下生老法师提醒咱注意一点，按照戒法来讲，以主持佛法的立场来讲，当然爱尊敬主持的正报。所以在家居士，即使已经受过菩萨戒，修几啊十年，年纪也已经真老真大，照常是爱对真少年拄则受戒的菩萨比丘恭敬。这点台中的李炳南老居士实行了非常的好。听讲伊到年纪九十几岁时，见到打出家的比丘，伊照常拢真恭敬，顶礼礼拜，伊嘛教导伊学生拢安尼做。这种的行为表示出伊恭敬人的美德，表示出伊对于佛法经三宝的尊重，表示出伊无受到教班的束缚，佛性内面的美德会当开发出来。嘛表示出一修菩萨戒真正老实的实行。咱大家爱了解顶礼恭敬，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人地位较高，什么人地位较低的问题，嘛不是什么人较大，什么人较小的问题，嘛不是讲受顶礼恭敬的人就较大，向人顶礼的人就较小。咱爱了解恭敬、尊敬，这是咱佛性内面本来具有的美德。对人都有恭敬心的人，就是以佛性内面的美德开发了如彻底，是会晓恭敬人的人，伊的美德较大。照这条菩萨戒，出家菩萨嘛是同款爱尊重、爱恭敬在家菩萨，并不是讲出家菩萨都应该接受恭敬，家己唔免去恭敬别人。咱一旦看《法华经》内面有一位上不轻菩萨，上不轻菩萨，伊有着每一个人都顶礼敬礼，伊甚至讲，我唔敢轻视恁大家，我深深尊敬恁大家，因为恁每一个人拢会幸福。有的人看到伊安尼，嘛阁真不满，甲伊讲我唔免你受气。
甚至认为伊精神有问题，提石头解坑，伊就走到较远个、更远个所在，赶快个顶礼，讲我唔敢轻视恁大家，我深深尊敬恁大家，因为恁每一个人拢会幸福。一个时常对人有恭敬心的人，表示伊的眼光非常清净，伊时常会当看到众生的佛性。所以不管是好人、歹人，对于好人、对于歹人，伊拢会当看到伊的佛性，对伊生起深深的恭敬心。一位真正了解佛法的菩萨，伊背后交办的烦恼，误占家己的佛性，伊未选择去做交办的奴隶，伊会去掉交办的烦恼，使家己恭敬的美德会当发挥开显出来。恭敬就是佛性的公平，因为交办亲分的心对咱的束缚真重，伊会使咱真痛苦。无法度发挥佛性的公平，使咱失去咱的福报。所以菩萨界这条，就是要教咱解脱骄慢和嗔恨的烦恼，教咱对所有的菩萨，不管是前辈后辈，拢爱有内心恭敬，而且态度爱礼敬。内心恭敬，嘛必须爱态度有礼敬。表里合一，由内心到外面拢会当清净恭敬。伫即个恭敬礼敬的当下，就是伫开发咱的佛性，就是伫开显咱的福报，解脱骄慢的烦恼。所以，实在根本无需要去讨论讲是甚么人应该向甚么人顶礼。是相较大相较小这种的问题，嘛唔免讨论讲，我为什么爱甲伊顶礼？心内有我为什么爱去甲伊顶礼这种的问题，就是有骄慢的烦恼，有自我执着的烦恼。可能诸位菩萨拢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世界第一优婆离尊者的故事。优婆离尊者，伊伫还未出家之前，本来是一位理发师。理发师伫当时印度的社会地位是算真低，算作敢若亲像奴隶共款。但是伊非常尊敬佛，嘛真恭敬佛法。伊有一个机会去帮释迦牟尼佛剃头，伊的心非常恭敬虔诚。伫咧帮佛剃头时，佛观察伊的根基和伊的心境，就教伊呼吸喘气爱较油咧。伊就马上遵照佛的教导，调整家己的呼吸，使呼吸安定，心安定。伊就马上领悟的道理，正到初禅。佛观察伊的程度，搁再教伊调整伊呼吸，伊就搁领悟正到二禅。伊帮佛剃一个头，就正到第四禅。因为伊非常的专心、虔诚、恭敬，所以甲妄念拢降伏落来，心就得到安定，得到禅定。所以讲，虔诚恭敬，就是开发咱家己佛性的安定，佛性的智慧。伊发心要出家，佛嘛真平等慈悲，无论伊的出身，得度伊出家。但是当时有一挂王子王孙嘛出家。因看出身遐人家的优婆离，竟然先出家摆伫因的头前，因爱向优婆离顶礼，为王子王孙的真无满意，真不服，
甚至向佛抗议讲：“为什么这个奴隶摆在阮的头前呢？为什么阮出身遮尔高，阁爱向伊顶礼呢？”佛就向这个不肯向优婆离顶礼的人讲：“这个奴隶嘛是可以修行成就、开发佛性的。”但是恁如果未当降服家己骄慢的心，就是骄慢的奴隶，这才是真正的奴隶。咱这条菩萨戒，就是要教咱唔通做骄慢的奴隶，爱由骄慢内面解脱出来，让咱的心会当自在，开发咱恭敬的佛性彼得。下面咱阁倒转来看戒文，戒文讲见上座有德，咱前面已经讲过上座，下面咱阁解释有德这两字。有德这两字就是有德行、有德这两字。有德这两字叫敖益大师会解释，意思就是修菩萨戒以后，有照菩萨戒法来修持的人，也就是具持戒者。具就是具备的具，叫做具持戒者。修菩萨戒以后，有照菩萨戒法来做的人，拢会使称呼做有德。咱阁看戒文讲，见上座有德。应敬，应敬就是应该爱恭敬，不但是内心尊敬，嘛爱有行动的表示。见上座有德应敬，的下面一句偈文是动法者。咱前面解说题目的时有讲到，动法者叫敖益大师的解说，就是。当者持菩萨戒法的人叫做动法者，也就是讲和咱同款有受菩萨戒人，这就包括共辈受戒的同参道友，以及任何一位比咱较慢受戒后辈。咱要注意，在这段戒文内面，应敬应该恭敬。是连贯顶面的上座有德，嘛连贯下面这句动法者，意思就是讲，无论是对上座有德，或者是对动法者，拢应该由内心来尊敬，这是菩萨应该做的本分事。下面一概文讲，骄慢轻分。不起恭敬，不留积德。这几句就是在讲凡界的情形。这位菩萨若是无恭敬，反倒转来生起骄慢心、嗔恨心，内心对上座有德和动法者拢无恭敬，不留积德。不留积德就是无个座位。留予上座有德的人，戒律规定，咱爱尊敬长辈。如果毋是像后面所讲种种开言的情形，一般状况，咱若是见到长辈来，必须爱真恭敬，站起来表示敬礼。如果有较好一座位，应该马上留予长辈。如果那是骄慢、嗔恨心无安尼做，就是犯戒。但是有一挂特殊一开言情形，就唔免马上站起来，在后面会讲到。现在暂时卖讲，留到后面讲开言条件再讲。下面戒文佮讲：闻信轻法，悉不修答。闻信，这是指共辈或者是后辈人来向菩萨闻信。
清淮时期有人向菩萨请问佛法，色不修答，色就是完全，不就是拢无，修答就是答得以及回答问题。这句意思就是讲，如果有刚辈或者小辈人向菩萨本身请问佛法，如果菩萨那是用清净心或者有教愿心，完全拢无好好来回答回答那问题。下面一句解文讲：是变为幻众的幻，是幻将物气。这就是讲，如果有上面所讲，教办清净不起恭敬，不留记者，或者是本身清法色不修达，我这种情形拢是犯轻戒，而且因为起因是教办含清净，所以是犯着染污气的罪过。咱前面讲过，如果犯着轻戒内面恰当的染污气，必须爱向一位清净的菩萨忏悔，才当恢复清净。现在咱个倒转来将这段解文念一遍：若菩萨见上座有着应境动法者，教办清净不起恭敬，不留记者，本身清法色不修达，是名为幻众的幻，是幻染污气。该文讲到这，是讲到幻染污气的情形。